3月22日下午，人气男子团体 Super Junior 成员银赫 Highlight 成员李启光因节目录制及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发赴美国洛杉矶。当天银赫和李启光都是身着休闲装低调现身，不少粉丝前来送机，两人还都在景观之前跟粉丝点头示意告别，十分亲切。据悉，银赫和李启光此次赴美录制全新舞蹈类综艺节目，该节目将于5月播出。魔方传媒韩国报道。